可爱疗愈系动画推荐。可爱疗愈作品我很多，和山田谈场恋爱，这个超好看，还有一个魔法使的新娘，男主角是比较一个木头，但是他们有时候的爱情互动就又很甜。猫粮咖啡厅吗？魔法秘鲁冰，孤独摇滚，间接加加酒，间接加酒，小埋很可爱，小埋在外面学习成绩很好，就是一个乖乖女的形象，回到家里就是一个很懒惰的形象，是就是一个废物妹妹那样。对，不当得的，她原本是一个得的，被妹妹下药进转了。网购的那一个，世界的流浪美食家，看他做美食就很疗愈。